鸡笼船都是为天津卫龙头少爷放鹰的，放鹰。嗯，他们把拐骗来的女人先嫁出去，让他们抽个空子把男人家的东西啊全偷光了，再跑回到人贩子那里去，这才叫放鹰。这些女人就心甘情愿。哎，放出去的鹰要是收不回来呀，龙头少爷就动手杀生。哼，我去看看。 哎，大哥，有人追船。嗯，是个他妈的小柴火妞，蔡二爷送上门的，捎上吧。嗯，爹，没准后面有埋伏。有理。哎，敬畏堂，敬畏堂啊！是是。 大叔，哎，我想拜您为师，学习套刀枪。嗯，哼，吴莲，啊，你一个教书的先生，学什么拳脚嘛？大难临头，不光要防身，说不定有朝一日投笔从戎呢。<笑>春牛打鼓，也不怕大风刮跑了你的舌头。啊，小妹，我说的是真话。那我来教你。你？哎，怎么？ 看不起我这黄毛丫头？哪里哪里，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能者为师嘛。吴莲愿在小妹门下执弟子礼。慢着，收不收你这徒弟还两可呢。哎，那明天鸡叫头遍，你在柳树下等我。 大哥，鸡叫头遍了，天快亮了，别走了。嗯。瞅什么？三春姑娘真是十八里河滩一朵花啊，怪不得龙头少爷那么着迷呢。讨厌。 贼骨头，哭什么？再哭我捅你一把！哎呀，爹！大哥，快到了！哎，收音！哎呀，糟了！ 没睡呀？晚了晚了。你迟到了，惭愧惭愧。哼。
回去。哎，晚上批改作业。回去。 为什么我们俩的生辰八字偏偏不合呢？这是南宋诗人陆游，投笔从戎后，随军川陕使所写。诗人对南宋帝王不敢抗御外族侵吞，忍辱求和的行为表示愤怨，并在诗中抒发了自己 诗人还引用了王秦避楚的典故，来激励民众，湘西国难当头，还嘻嘻耍闹。我没有。你哥哥，他在哪儿啊？他哥哥在北平上大学，加入一党，蹲监狱了。啊，楚虽三户能亡秦，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？意思是，楚国即使只剩了三户人家，但最后 小妹，吴莲在此恭候多时了。我这是三系吴大哥。<笑>你呀、啊，<笑>好，来来来，请师傅在上，弟子要行拜师礼。<笑>你算了吧，<笑>咱们还是拜哥们儿啊。你还是大哥，可得管我叫二弟。 好，二弟。哎，二弟，开始练舞吧。好。听说你是水命，是啊。
你问这个干什么？这……啊，嗯，没什么。大哥，嗯，你怎么不娶个媳妇儿的？啊，一贫如洗，谁肯进家门啊？哎，大哥，你想找个啥样的？找个心眼好，嗯，人品正，会过日子，还会孝敬老人。我小时候。 姥姥一步一个响头磕到娘娘庙，在圣母娘娘面前给我求个神签，娘娘说我是火命，不能嫁给属水命的。什么水呀，火的？你还信这些呀？嗯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大哥。啊。 二弟，三春啊，爹给你置办的生日礼物好不好啊？嗯，爹，我拿什么首饰来配这衣服啊？ 那只鹰叼回来的，<笑>那只鹰，我接不上头。什么？我吹着三面口哨，隔着墙头还扔了瓦片，它就是不露面。他妈的，恋上了臭男人了。别说那家人家还真有点油水。嗯，哼，放出去的鹰收不回来。 照老规矩办，是，白刀子敬，红刀子出。哎，那这些首饰哪儿来的？那还有谁？龙头少爷赏的呗。<笑>大哥，龙头少爷说了，等这次收了鹰，让您把三春一块送去，要叫三春做九房姨太太。
三春姑娘，给你道喜啊。放屁！爹，您忍心让我给人家当小啊？我不去，我不去。大哥，把人交给你了，我们不管了，走了，你们了，站住，站住，修真了，修真了，修真了，哎呀，这句话完蛋了，他抢走了修真了，哎呀，船上救了个人。姑娘，哪村的？叫什么？人贩子是怎么把你骗上这船的？我叫花三春。嗯。我不是被卖的女子。我爹送我去天津卫成亲，你们家丫头为什么拦路劫船？梅子，你可真是有枣一棍子没枣一杆子，你怎么……那她为什么要哭？哭又不是我一个人哭。快把人送回去。老贼骨头，你忍下自己的亲生女儿不顾，就只管到龙头少爷那儿去卖好啊。你说，你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我说，说，快讲。那个正高的是我爹，叫花子精；那个摇橹的叫贾尔哈，他们都是给天津卫龙头少爷，但是拐卖女人。放英，你呢？我从小死了娘，我跟着我爹。你原来也是害人精，你。嘿，你杀了我吧，你不怕死？到天津卫还不如死在这儿的好。为什么？说，你快讲啊！告诉你也没有用。你说呀，兴许我能救你。说。哎呀，我的小姑奶奶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天津卫的龙头少爷点了名要我做他的九姨太，我不愿意，可是又没有法子。那好，我在运河滩给你找个主。哎，跑什么？哎呀，我不愿意，我不愿意，我可不能活心一辈子呀！大哥，哎，二弟呀，妮子，哎，快，有事儿吗？快点！哎，你们干嘛去呀？好事，大娘，快走！你们上哪儿啊？哎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你就快走吧。
二弟。大哥，快点！二弟，快点！给，穿上，快穿呐！好。大哥，啊，我给你捉到一只巧嘴花翎白肚皮的鸟，关在笼子里等你相看相看，快！哦，那可得以饱眼福。哎，是蓝垫还是红垫啊？哎呀，你上去就知道了。哎，哎呀，哎哎哎，开门呐，二弟！哎呀，怎么关上了？二弟，你，哎呀，二弟，开门呐！哎，你听见没有？你看你，你这。哎，哎，哎，你不要紧。哎，你不是上次救人的那？哦，上次多个大姐救了我。你是我二弟的。我是你二弟抢来的。啊？怎么能这样？啊！我让他们把你送回去。二弟，你开门呐！你快开门呐！二弟，二弟呀！我早听说，柳香村有个文曲星下凡的吴先生，大概就是说的您吧。不敢不敢，大姐不必害怕，立刻送你回家。二弟，二弟啊，你快开门呐！你把他送回去。哎，岂有此理！二弟，你开不开门呐？二弟，你到底开不开门呐？啊？你野鸭子扮着天鹅飞，还觉着不合算？哭，哭什么？滚！二弟，不可有辱斯文。你先出去。哎，是不是嫌贫爱富？不，不，能嫁给这样的人，是我一辈子的遭祸。那哭什么？我怕，怕给他带来杀身之祸。我嫁给吴先生，龙头少爷要是让我爹找上门来，吴先生性命难保，还得把我抓去放鹰。他来一个我杀一个，他来俩姑奶奶杀一双。嗯，来三个我也杀。大叔，哎，大叔啊，大叔，娘，你看俩人找了个啥？老嫂子，大娘，您看。Thank you.
趁热把它喝了。你看，快下来，别让人看见。你知道这叫什么？这叫猪八戒背媳妇。哎呀你！哎呦！书呆子，这叫天上麒麟背娃娃。哎呀，傻子！你要当爹了。真的，以后别再打闹了，把它喝了。你喂我。喂不喂？梅子，大叔，今天收成真不错。哎呦，大哥，来，请贵人开刀。哎，大哥，你来，吴大哥，大哥，快好。多好啊！好了，好了，挺好的。谢谢乡亲们光临了啊！大伙儿请啊！啊，请，请，请。哎，吴大哥，真甜呐！快吃！我也来吧。今年开棺的贵人是吴先生，谢谢。明年开棺园，我要请一个早生贵子的小媳妇儿。我的一件小媳妇生的大胖小子呢！谢谢大家，大婶儿，给，甜吧。来一段呢，来一段，唱一个吧，来一段，来一段，来大婶，我唱。圆溜溜的西瓜，好大的个儿，红瓤黑籽儿，爱死人。吃了一口，好像喝了蜜水儿，香甜有味儿啊。好，柳大爷真的真有味儿，蹦劲儿，圆劲儿，真好把事儿。今年开瓜，大哥是贵人儿，但愿得。明年开花，请小媳妇吃个胖小子。吃啊，胖子。那来这吧，来这吧。哎呀，慢点啊，来，唱的好啊，真不错。再来点新歌吧，吃吧，来怎么样？行。一辣，好，给我看看。写的不错嘛，女子也能当巾帼英雄啊。我一个萤火虫能有多大量？哎，不在量大小，一个蛤蟆还四两粒呢。吴先生啊，我去看看。进屋坐会儿。来，我告诉你，刘贵他哥回来了。谁？刘贵他哥呀。嗯，就在北平参加一档大学生。哦，出狱了。嗯，快请他来叙一叙。不行，他说在老砖窑等你。好，等等我。哦。我今天。你怎么了？你别去学校吧，陪陪我。学校里还有事儿呢。早点回来。哎，几个人呢？来仨。啊，快走吧。
春儿，三春儿，娘，三春呢？在家呢。哎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大叔，大叔，三春不见了。大哥，二弟。哎呀，准是让人贩子勾引走了。那赶快分头去找。哎，快好。打死你妈！打死你！妈的，我叫你他妈不听话！你臭丫头片子！他妈的，我打死你！天生的贱货！你让人破了身，你还秋毫不犯，打死你！我他都替你打扫。大哥，我他妈打！大哥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大哥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大哥，他妈的！把他给我带走。三春，你该回心转意了吧？走吧。你走开你！哎，走吧。你爹爹。生米已经煮成熟饭，你就开开让我跟了他吧，啊，爹，爹，贱胚子，你那穷男人能一天供我十个烟泡一壶老白干吗？把他给我带走。是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哎。哎呦！不许捆人！好啊，是你呀、啊！爹，爹，这姑娘一身武艺，你快走吧你！啊，去！我连你伤耳樱桃一块卖！来，爹，来我你春儿，三春儿，无脸！爹，你睁开眼看看，这就是你那姑爷，这样的人品，你上哪儿找啊？棺材瓤子，是你呀！哼！爹，你哎呀，哎呀，干嘛？来来，嘿，这嗯。去！哼！哎！好！好！去！三春儿，三春儿，哎，你干什么？你他妈的！哎哎，他妈跑！你跑！哎呀，大爷！哎呀，你妈的！起来，我打死你！哎呀！看看，哎，坐下。爹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我求求你了，看在我娘早死的份上，你就依了我这一次吧。
行，干嘛非要当人贩子呢？啊！嗯，春儿啊，你爹心的事儿多了，在这天底下，你不卖人家，人家就得卖你。要不，你就当案板上的肉，让人剁成肉馅儿包饺子；要不，你就当剁肉的刀。咱就不能当个正经的庄稼人吗？刨土磕了觅食的日子，春儿啊，你乐意过呀？到头来还不是卖儿卖女走四乡？你爹不卖他们，他们自己杆儿也得卖自己杆儿，这叫天生的穷命。爹，您就认个错，跟我们一块儿过吧。我们也有一双手，总可以想法子，每天每换他三顿白面的。成，我去给他认错，我去给他当面负荆请罪。爹，你这是救了女儿一命啊！哎呦，春儿啊，你快给爹送开，我去给他磕头去。杨柳青年画就是好啊，这画啊一年鼓一掌，不知落到哪一方啊。哎，你看这个纪元宝要是怎能变成个真的，哎呀那可真格啊。你看这张大美人啊，不用媒人也不用教材啊，卖画嘞。哎，这张春牛图，哎你看你老耿弟啊就不用愁了啊。哎，卖画了，卖画嘞。天将好事，回宫降吉祥，保佑俺们全家安安生生，保佑俺们媳妇儿生个大胖小子。二十三，糖瓜粘；二十四，扫房日；二五二六，买了猪肉，买羊肉。我们这儿是这么说的：二十三鬼门关，二十四逃债日，二十五还了债主迎地主。娘，大婶子，大婶子，啊，有人来了。哎，来哟，他大叔啊，我来给您拜个早年呐。哎哟，这么金贵的东西啊。没啥，我和吴大哥谁跟谁呀，啊，老嫂子。哎哟，老嫂子，啊，这是高粱面做的，咱们也乐呵乐呵。来来来，过年了。哎，你好啊。哎，来进去。哎，大娘，进屋里坐吧。哎，拜年来了。进屋里坐，屋里坐。哎呀，我来晚了，没位子，就等你了。大娘，哎，屋里坐，快进屋里去，坐呀坐。没得过年好，进去。过年好。哟，你看这胖啊。是啊。你看这耳朵多大，可有福啊。是啊。来来来。哎呦，看看。哎呦，叫什么名啊？叫摸鱼儿。摸鱼儿。爹，我摸到一条鱼。嫂子，趁热喝吧，明天我再去抓鹌鹑。梅妹子，啊，你可真是我头顶上的福星高照。
我天天在心里烧高香，喝着押韵求月老从天上摔个金童下凡来给你当女婿。嫂子，我剁下你的舌头。哎，我要是个男人呐，我就八抬大轿把你给娶进院门，再打个丈二的佛龛把你给供起来。我要是吴大哥呀，一天剥你一层皮，又懒又馋，谁家娘们像你。二弟，哎，你又帮我们洗衣服了。嗨，洗几件衣服累不着我。放学了。哎，哎，小日本进关了，连咱们北运河也快成为鬼子嘴里的一块肉了。想得倒好，没那么容易。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。打明儿起啊，二弟，你还是教我练武吧。好啊，这回说不定真该用上了。只要三川嫂子点了头，我和我爹武更天包教。好，快，对，要有力。二弟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下子要快。这样好。原来是这样，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哼，谁挑的？还有谁？你的好二弟，我的小姑贤，这个梅妹子跟咱们吴家的人差不多了。二弟，哎，怎么能老让你们给我们挑水呢？嗨，两挑水累不死我。我来。我来吧，二弟。没事。是得好好学学梅妹子，也不能老盘腿打坐不下炕啊。家花哪有野花香？我就知道你这山看着那山高。你都说些啥呀你？我还有事儿。我知道你又要去柳家瓜园。我这是正事儿。一天到晚像个菩萨，油皮倒了也不敷，那脸皮子也不发烧啊。人家梅妹子这么伺候你，你也坐得住？哼，梅子，他这是放长线钓大鱼，我还得前后长眼，巴掌大的炕别让他占了我的窝。木鱼他娘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咱可不能血口喷人呐。他一个大姑娘家勾引人家男人，又不害臊，你还怪我？华三春，你是用尿布擦嘴长大的，你把刚才的话收回去。哼，我华三春唾沫落下满地钉，一个字也不开口。哎呀，你收不收？
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柳家丫头要打人了！啊，柳家丫头要占我的窝！你敢不敢？救命啊！哎呀，你敢不敢？哎呀，我剁下你的舌头喂狗！混蛋你啊！你这，你站过待会儿吧。我给，我梅子，哼！哎呀，我不要活了，我不要活了！哎，这大哥，你在欺负我呀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不要活了！咱们两家划地绝交了。谢谢大叔，谢谢大叔。大叔，梅子二弟，大叔，梅子二弟。二弟，吴莲，二弟，从今以后，我跟你割袍断义。二弟，不能啊！二弟，你听我说，二弟。
儿。哎，试试新鞋。嗯，真合适。都快四岁喽，再过几年就该娶媳妇儿了。奶奶，娶媳妇儿有光是吗？那还用说，管你吃个够。哦，那我现在就娶媳妇儿。这个坏小子。奶奶，哎，大叔啊，开瓜园去警察所交捐了吗？哼，对，甭交。武莲说了，只要咱们谁都不交，他们也没辙。走啊，吃瓜喽！摸鱼儿。莫姨儿，哎，吃瓜吧。呵，真来个小贵人啊！来，拿着，莫姨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哎，吃吧。咦，走，拿去。走走走走。开瓜园也不向警察所交瓜捐啊！尹长官在万二宫一声令下，这河田地全归官家了。这瓜园以后不姓刘了，对了，归警察所名下管了。没错，以后开瓜园得警察所点头啊，知道吗？哟呵，这瓜不错，多多多，归我了。嗯，吃吃，哼，真甜。你，妈的，去，他妈的，吃个屁！你吃，叫我吃，吃。去你妈！哼！哎，怎么怎么？你想能不能你啊？小宝回来！哼！你们。老家伙，你听着，有一抗捐是要掉脑袋的，你知道吧？知道了。站住！你这是干嘛呀？站住！站住！你干嘛呀？你挂住了！你捂住挂，捂住挂！站住！哎，拉住！你站住！站住！你拉我一把吧呀！我也站不起来。我的腰，我的腰！哼，咱这三代祖产，就这么不声不响的姓了殷。唉，煮熟的瓜子儿不出苗，叫这块土地寸草不生。这不是个好办法。大叔，梅子二弟，吴莲，你量大如海，可我们家梅子还要顾个名声，请您自重吧。大叔，为了三春一张嘴，弄得我们两家。你们海涵吧，我对三春管教不严，你们恨我骂我，我都受。可这里七外八的河滩都姓了殷，这口气我们能咽得下去吗？唉，大叔，大局为重啊。明天去教头遍，我和几个学生在老地方等您和二弟教我们习武，一言为定啊。灯亮了，真的。嗯，嘿，这回有希望了啊。太好了。
大叔，二弟，二弟，别因小失大呀。咱运河滩都改了姓，我们就真的淹不出，火不冒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大小东洋，人越多越好啊。你们不理我无脸也罢，可我那两个学生给你们拜师习武的事儿，盼你们能答应。来，这样。大清早哪儿去了？有点事儿。莫言儿，赶明儿早点起啊，陪你爹一块儿习武去。哦，嘿哈嘿嘿嘿哈嘿嘿哈嘿，哎，好了好了，走，找奶奶去。你呀，日本鬼子到家门口了，你还？我才不管呢，我就管你。你的心我知道。我干的是正事儿，我们拉了一帮人抗捐打汉奸。孩子他爹，你可别管闲事啊，这可是要杀头的。你放心，哎，家里的事儿你多操劳些啊。娘，你喝水。嗯，到姨娘这儿待着。哎，莫言，快去呀！哎，弟兄们。自治政府警方厅指名要抓吴连，他是共产党，谁抓他赏谁500大洋，一巴掌镖厚的油水啊。弟兄们多卖点力气来。没错，喝喝。莫言儿，快起来。莫言儿，饿了吧？嗯。家里没吃的了？嗯。那你爹不给你找吃的？金狗子抓他，他跑了。啊？你娘呢？娘哭得要寻死。奶奶呢？奶奶答复我，要吃的。为什么不跟我要啊？我怕你不给，我就先吃了。让你奶奶来接你吧，这筐瓜给你和奶奶吃啊。我娘也饿。不给你娘吃。刘姑，好，刘姑帮我扛回去吧，我扛不动。刘姑，爹，哎，金狗子在抓吴莲。哦，城里也贴出了告示，悬赏500块大洋。正在抓他呢。啊，说是他参加了抗日救国会。抗日救国会？嗯，
妹子，嗯，这吴莲虽说是个书生，可心胸比咱们大呀啊！咱们是空有一身武艺啊。弟，那咱们也参加吧。忍一忍。大叔，刘贵受伤了，您给治治吧。谁？哎，我得马上走，这个同志就交给你们了。嗯，同志，什么叫同志？就是加入抗日救国会，生死同心的兄弟姐妹们。哪有？哎，那你们几个文弱书生能行吗？行啊，鬼子有枪炮，我们有全国的老百姓，蚂蚁新起，还搬山呢。我想加入，你们肯收我吗？行啊，我们早就把你们父女俩算在里边了。大叔，哎，刘贵就留在这里，哎，千万别告诉别人。哎，你放心去吧。大叔，啊，谁呀？墨雨儿，爹，墨雨儿，墨雨儿，你在干嘛呢？娘让我挖野菜。好，要听娘和奶奶的话啊。爹，回家，回家，娘哭着要寻死，回家，回家。爹不能回家，告诉娘，要她放心，啊。爹，爹，回去吧。墨雨儿，哎，你真的看见你爹从花园出来？啊，我是看见我爹从柳公花园出来。爹还要你放心。放心。放心。都说吴大哥的水命配上三春嫂子的木命能和和美美的。可这一家子真是。嗨，啥命不命的，那全是迷信胡说。怎么是胡说？哎，我爹和我妈就是一个水命，一个火命。我妈生下我就死了。那，哎，刘贵他哥跟他嫂子，哎，就是一个水命，一个火命。可人家连着心一块儿跟金狗子斗，那才叫天般地配呢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说来说去都是命啊。命？你怎么还信命啊？小鬼子他们还说五运长久呢，他们这命你也信吗？就是有命，咱们跟他斗就是了呗。当初啊，你要是嫁给属水命的就好多喽。你说什么？我你走啊！你走。好好，我走，我走。
忍着点，我爹进城买药去了。一个好消息啊，来，哎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县城的日本鬼子都让老百姓给杀了，王庄的警方所也让游击队给端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那咱们也干。哎，梅子，有人来了，快走，快！哎呦，快点，跟着。大叔，我来吧。他们来了。姓柳的，你还我无脸！三春嫂子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？你病了！你快快快快！无脸呢？这又不是无脸家，你们干嘛到这儿找？嗯，走。站住！我闺女呢？嗯，把三春交出来，不正合你的心意吗？啊？嗯，我跟三春是好姐妹，休想挑拨！你枪崩了你，太便宜你了！你要不把三春交出来，我给你西瓜皮擦屁股没完没了！你放开！你，把他给我捆起来！上！哎呦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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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开！我打开了！上！哎呀！哎！小柴火妞啊！哎呦！哎呀！追！追！抓住他！别让跑了！快点！嗯！站住！站住！我哪跑？抓住他！快点！快！快！你跑不了你！我哪里跑？快点！快点！
愧是位英雄好汉，跟我走。吃吧。奶奶说不许我给你张嘴。小兔崽子，哪儿去了？刚才还在，还他妈一扭头就没了。那花三春一定在这儿。嗯，要是抓着他，我赏你10块大洋。好嘞，出来吧，花三春，我早他妈瞧见你了。到那边看看去。哦。跑不了，大哥，嗯，三春找到了。好，你们去吴家把那老的少的全给我抓起来，其他的人跟我走。哎呦，是，快点，快走。三春，恭喜你要当寡妇了。吴莲头上吉星高照，你们休想逮着他。那就等着瞧吧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就是逮着了，我跟他同年同月同日死。那可由不得你，龙头少爷已经把你赏给我了。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就是嫁个扁担你也得扛着走。生有天，死有地，今儿我就在这儿下葬了。好啊，一个也跑不了，我先杀了你。柳家妇女随后就到，吴莲母子就地正法，最后再把你的小摸鱼一撕两半，这叫满门抄斩。剑儿哈，你是非逼得我，不下油锅也得跳火坑。也罢，我就嫁给你。空口无凭，我呀不能给个棒槌就当真。哟，你过来。的摸油一块给你算账。哼，尖儿哈，我跟你走。来来来来，哥俩好啊，七匹马呀，六流顺呀，你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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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喝喝速速喝呗。那我怎么怎么速呢？再来。哥俩好啊，七个巧啊，六挥手，哎呀，这回你输了。哎呀，你输吃鸡了腿，我输了吃葱。
来的正好。哎，别，别误了咱们的好事儿。哎，走，快点跟我走，快走，放开，走，快走，出去吧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放开，莫雪，不许动，你还往哪儿走啊？三春，就在这儿吧。这儿风水好。三车，哎呦！打得好，有胆量，到底是我的女儿啊！你来，三春，这些年你跟着吴莲，缺吃少穿，担惊受怕，该回心转意了吧？啊！闺女，爹把你拉扯大不容易啊，看在你娘早死的份上，回家去吧。啊，你要的石袍、绣花、旗袍，爹全给你置办好了，就等你回家穿呢。实话告诉你吧，龙头少爷点了一道菜，要吴莲的心肝炒河虾。三春，爹老了，在这天底下，爹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。我干这一切，还不都是为了你呀？春儿，回家吧，啊，跟爹回家吧，啊，回去吧。听爹的一回吧，啊！咱们只要抓住那柴火妞，送给龙头少爷，就能得到一大笔钱，到时候咱们就有吃有喝了。你们逮不住他。哼！待会儿他必定要来行礼，到时候我就窝过茄子一锅端。都准备好，记住，抓活的。爹，我们走吧。慢着，抓不着柳梅子，回去不好交代。爹，你干什么？
你可来了，弟兄们上啊，抓住他，抓住他一巴掌吊后的妖帅，杀，抓。我们走吧。
嫂子。